请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第三号。第一篇导灰请回神，修理西摊妈妈换玻璃，有派去的冰箱我都摆摕来卖，导灰好食的导灰来了。细汉后来时，我会回去鸡山内门，甲阿公阿嬷住做伙。透早目睭还袂天光，就会听到外口一阵一阵化修的声。我上期待就是听到导灰好食的导灰来了。这时，十位眠床顶吊起来，从位门口去，让阿公买给我吃。阿嬷打不死，就讲我真枵死，乱真呀响几波，拢叫袂精神。今仔听到买豆花，哼哼咧话，水都爬起来。哎哟，阿嬷，你都唔知这豆花滋味，我娘日日滚肉刷出来，予人食了会笑脸。是别位的人拢食袂呢。若讲到内门这位神秘的阿伯，真正毋是我咧臭传的。豆花看起来是白泡泡，更嫩细细，小看唔好啊唔好的豆芽色，还未送到嘴，就会闻到香滚滚的豆奶香冲过来，把豆花落入嘴里，哇，感觉一下就融起啊！嘴内就是唔豆芽的香气，烫过你的嘴齿旁，豆豆滚落去不多的。豆花白豆花无红豆绿豆也是薏仁加五花杂色的配料，敢若啊淡薄仔甘甜的糖精啊，参加右边都予人心凉鼻透开啊！食入去，规个人拢清爽起来。这个豆花白会搁不止啊搞怪，伊无固定的时间会出现，都真多啥。连行的路线嘛，予人三无站，常常拢有人伫街仔路说啊说，就是等袂着豆花白啊，够嘛奇怪。大家阁拢真有耐心，今仔日买无，明仔载阁继续找，便也等着。随楼顶石楼坎，厝边隔壁，街头巷尾放上通知，大家随三步做两步走，甲豆花蛋。每家用买袂爽快，有的人是哪食哪伫遐开讲，有的人是食碗一碗食了搁一碗，豆花白无闲去擦，一摊豆花白一年都剩无半摊。这时豆花白就会开始撒伊个胆，稳稳啊行，嘴那滑，规家拢互恁食了了啊，别位的人客无通食咯。我后来发觉，除了是家己出来的滋味以外，其实大家食的，还有另外一种味，是人做伙开讲卫生的滋味，予人心情超棒、快乐的滋味。多谢各位。修理西摊，妈妈换玻璃。有派去的冰箱，我都摆摕来卖。豆花，好食的豆花来了，多谢各位。